俱乐部频道，我先来打一场，好不好？战力分析非常好，速度打击击把赞。好，我先打一场。我等一下才开啦，打四零是什么？干嘛打四零？王者魂药，王者任云宗。这好像不弱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打过啦，打看看。来哦，看一下他的阵容，他用是哦陈奕迅先发，然后捕手他用金卡给捕手跟陈奕迅，三垒一垒 DH 放的是黄卡，其实他这个阵容我觉得不错。然后呢，周思齐二垒手跟我不会差太多啦，那主要就是把那个金卡的额度给陈奕迅，那我是给三垒手。呼呼！哦呼！碎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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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碎！哎呀，其实 timing 不错嘞。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我换了一个新的键盘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用。超级好用啊，尴尬。最近好像大家都流行风拳雷打，有猜到没？打高了，哈路一本。他的阵容其实跟我不会差太多了，只是差在那个 DH 三垒而已。OK， you up。Yes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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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周思齐。注意了，咦！哎呦，哎，会打呢，这个会打，这个会打哦。这个速球打很漂亮，他，我跟你讲，他会倒嘞，他会倒嘞，所以我要小心。哦，好险！变速变速，哎呀，啊，他触及大师，啊，他触及大师，我尴尬，我糟糕了。哦，漂亮的 H 球，来关键三振，跳 ，OK， 考验我的反应呐、啊，好险呐、啊！哦，这球他是，这球他是完美 timing， 但是我反应 OK。很好，两好球。哎呦，哦，在选哦，两好两坏，坏球坏球坏球，可以可以可以 ，OK， 轻松，
安全下装，漂亮漂亮漂亮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这个键盘真的很好，我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隆重非常慎重的介绍。我自从用了这个键盘之后，我三连胜。啊，有要求哦，不要吹那么快。这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这个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那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刚刚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是打到投手丘吗？可以帮我截图吗？截精华一下。炸裂！一起炸裂！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这键盘真的好用。我跟你讲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等一下跟大家好好介绍这个键盘，真的超快速。我以前用那个键盘哦，为什么我以前打不好？完全就是键盘的问题。自从我换了键盘之后，我常常轰全垒打。因为它的反应的速度非常快，而且按键的速度也很快。各位，真的不是，你看，真的不是我在臭屁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说杠，他说啊干啦。各位真的强啊！椅子换了之后，增加力量30%。我现在连键盘都换了，我现在实力哦增加50%。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滑鼠也会换。哇塞，强强强哦呼！哎，这个键盘不能开连发，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它很好用，非常好用。快球回，快球回。哎，好，漂亮！我在二局让他的投手先下来了，他换上蒋贵生。左侧头啊！抓到啦！啊，可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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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球其实很漂亮，一个跑带打。有了，碎碎碎，靠北，靠北！哦，碎哦，看到没有？我用这个键盘哦，几乎跟连发一样。太强了！我等一下一定要跟大家好好介绍这个键盘。啊，有要求哦，这种滑球要怎么打啦？哇，错散！我急了。啊，有要求，要求，停下要求。有了啊！可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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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惜。再来个好球，三振他。哎呦！可以！呼！我发觉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用15年打俱乐部。
轻松，哇，这个键盘，哇，七等张志豪这么强哦。哇塞，三个最上，一个极上哎，自走炮，好猛哦！哎呦，高弹跳，铃木一郎一击落。尴尬，被三振，选球要稍微再强一点。对，太棒了，他投手下去了。好，换上林英杰。Story， 嘎！单场双响爆都是键盘的关系。游戏打得好，键盘一定要用得好。我这次全国俱乐部大赛，我一定要带这个键盘上场。虽然说我没有报名，但是如果有的话啦，我自从换了这个键盘之后，真的是好用。其实我讲了这么久，大家还不知道我是到底是什么键盘。轻松，哈路一本，哎，不是我的花花。三局四比零，Hito，啊，可惜，我觉得哦，其实差不多要换，三局投这样哦，已经算是非常棒，优质先发，优质。来换林英杰好不好？足够，我觉得林英杰是 OK 的，漂亮。哎呀，坏球！所以啦。可以，一个呢坏球紫砂球掉到他了。OK， 托尔斗了，托尔斗。哦，漂亮的滑球，非常漂亮。Strike you！ 啊，真的强，各位，我展现的哦，完全是一个键盘之力。加成换回来，10年卡斯蒂。哇塞，这 timing 很好呢。我现在哈，球球缩框，看一下我这场比赛可以轰几发。
猜到嘞，好开心哦！来，卡斯蒂，两好两坏，外角球 ，Yes。U， 请回去休息。防御率马上从40下降到27，主要是因为那个之前用它好像有被打爆，但是今天换了键盘，状况完全不一样。有没有看到轻轻松松解决两个人次？我这场哦，派他上来就是要解决这个半局，三个人，然后换他下去，我觉得非常 OK。OK， 都帅哥。很好，尤其首先到传一垒奥斗，啊，路一本五局上半，从我的第一棒花花开始打起，缩筐，球球缩，错赛，啊！我应该用短打才对啊！呜呼！哎，骗一次之后就不会再被骗第二次。哇，真田玉贵呢，强化紫叉，想插我啊？没那么容易啊。哎呦！快快快快快！尴尬，好快，我眼睛都看不出来，看适应不好。呼呼，飘的嘞！呼呼 ，story， 干各位，这不是实力的展现。这是一个好的键盘啊，你知道吗，各位？太扯了！好的键盘让你常常打全垒打。吼吼吼吼吼！呜呼！我靠腰嘞！啊，这给我这样子，接下来我看得难受啊。结果吃了我一个全垒打，哎，我觉得差不多要换喽。两好两坏，哎呦，会选他会选。来换罗曼，罗美，OK， you out， 这个要小心一点，自豪轰吧。哦，谢谢，谢谢楚之白，八个月喽，爱你啾咪。哎，他都不灰呢，他在等什么？
满球数。哎呦，这球没办法接到了，糟糕，被他击出二垒安打。这球我没有开连发，因为我也没连发。好，我决定换投手。OK， 漂亮，赚到一球。来，教练走上来了，这时候换上真田玉贵。看一下啊，我也有真田紫砂，但是我是开 W 强化。哇，错赛！哇，糟糕糟糕，这个尴尬！哇，这被打一个哦，后面的安打，难受难受。哦吼，护手被他猜到了，好险！回传。哇，直传漂亮！嘿嘿嘿嘿嘿嘿！周思齐，可以顺利解决。虽然这局我掉，虽然这局被打了一分，但是我还是顺利解决，非常好。把加成换回来。10年黄嘉明。哇，各位，沈瑞昌啊，注意啊！单场三响炮有没有可能变巨炮了？哦，挥棒落空，拼了拼了！满球数的对决，哎呀，他换人了，他换人了，谢荣豪。哇，尴尬！被三振了。哎，这球很可惜嘞，台铭不错哦。恰似打反，老了啦，打歪了。六局下半，目前5-1领先。啊，糟糕！这球投得太甜了，没想到他会打第一球，我以为他都不会打第一球。可以，挖斗挖斗，兄弟注意啊！尴尬了，这落点齐家呢。看来嘉明不够力，嘉明的话哦，还是没有办法。漂亮，换上宋以诺。Yes。两好一坏，哎呀！两好两坏，哎呦厉害哟！哎呀，没有被我骗到啊！满球数 ，you， 哦，关键 ，OK OK，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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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投手换投手，
现在是雨天嘛，对不对？雨天，劳伯瑞奇汤马士换库伦，虽然天气是没有对，但是我觉得可以了。库伦一个人是应该哦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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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莫林劝前面呢、啊，接杀出局，各位，这都是键盘的功劳啊。而且这个键盘有一个特殊技能，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你们先等我打完这场比赛。哇、哦！用键盘随便猜都猜到。各位注意啊，战术要起来了。啊，他换投手。洪承宇点，哇，碎碎碎，哇塞！他陈瑞昌扑这么远哦。啊，路一本。呜呼！各位，真的不是我在讲，这个键盘太好轰了，太扯了啦！这完全不是技术的问题耶、欸！各位，这不是我要过度啊，这真的太扯了！这键盘为什么这么好轰？哈哈，好好打哦！按下去回馈真的是蛮多的。好，他叫暂停。可以，哇塞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哇，这感觉非常不错。可以，哇塞，固若金汤的手背啊。三球解决，用这个键盘哦，打作业我跟你讲，要100分啊。哎呀，你看，糟糕！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轻轻松松啊！哎，你们考试有没有用机械式键盘来打作业、啊？会不会很尴尬的感觉？漂亮！来，各位注意，转打。点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哇哇哇哇哇，哇塞，哦哦哦，一咕一咕一咕，哇，这太神了啦，各位，注意注意注意，哎，错赛错赛，这没捡好，这是人的问题，啊，我尴尬，这份没回来，我的错。Mark Melanson， 哦，哇塞，哇，他的那个快船发动啊，啊、哦，这局没得分，这局我烂，不应该。八局下半7-1。OK， you， 啊，拖啊拖，拖啊拖，那种快船要怎么发动？好像是行进间要按那个 W 一直拉跑吧？其实我也忘记了呢。要翻一下那个官方的那个，所以挑战黑卡成功哦吼哇！而且他也没有爆发力，竟然上去了。来，各位注意喽！好、哦，一个战术来点哇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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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用了这个键盘呢，我整个战术执行的成功率100%。
哎呦，轻轻松松啊，他传都不用盘啊，8-1。而且用键盘哦，发动护手的几率是100%。九局下半，他最后的反攻机会了，看起来他应该是没有机会了，因为我现在要换上我的大魔王，6等，马克卡特89，帅。太强了，可以，吼吼，跟连发一样快。觉得他有可能会偷缩了，哎呦，有在选哦，哎呀，这一球点放被抓到了，自豪轰了2分弹。请问一下台主，什么是高颜色主播？不是高颜色，高颜值。OK， 高颜值。OK， 哇，跳不到。好，换投手，因为他像气势有一点点上来，我们马上换个投手，再把他压下去。来，我们来换到这个小鸡。哎呦，这拍法，四缝线急杀。吹了耶！哦，尴尬尴尬，这一球被打安打，打得我有点难受。要投开一点的黑卡，哎呦，我在选，可以。漂亮的小鸡滑球，哎呦，满球数，哎呦，哇塞，这拉尾盘啊，哇，一下被他追了4分了，两人出局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要是被逆转啊，我把键盘吞了，我跟你讲。很好，两好球，稳一个，稳一个。哇，尴尬，换了，换，还有人，来看一下哦，雪天要派谁？凯文呐、啊，决胜滑球好不好？跟他拼了，决胜滑球，压满，哎呦，短打，自杀。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差点被翻板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这场比赛双方都是12支安打，
你看我打，你看我轰了几发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跟我数一数。张正伟一发，周思齐一发，两发，陈瑞昌两发，四发，星星卡四发，五发，五发对不对？再往下看一下，王胜伟一发，六发，各位，我单场六支全垒打，我单场六支全垒打，所以这已经不是技巧的问题。我现在要来跟大家隆重介绍的就是这一把，这一把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白色的，没有错，它就是我的赞助商，就是这旁边这个 logo， 旁边我这个 logo， 这个 logo， 这哎怎么比？这个 logo 哎不对，这个 logo， 铁修罗。最新的 RGB， 它叫做是 GRAM SPECTRUN， 请问怎么念 ？Ground